你是用什么方法逃出精神病院的？怎么叫逃呢？我是大摇大摆走出来的。那你怎么会走出去呢？是院长通知我，说我2年前的人体作品在国外得了大奖，请我参加一个晚会。 车在门口等着，我就出来了。后来去了哪里？刚上车就被人蒙头绑住了，然后被人关在了一个阁楼里，一关就是3天。你怎么记得清那是3天呢？度日如年，我能记不住吗？ 那为什么你一见到我就要逃跑呢？是你先拔枪对着我，我还以为你又要抓我回去呢。我死也不要回到那个阁楼里去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杀过人了？杀了一个，那个关我的人。你在说谎啊！有人指证你。 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这些日子，已经杀了3个日本女人了，而且像2年前一样，将她们做成了人体雕塑。睁开眼睛看一看，这是不是你家？你把这个日本女人吊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<笑> 不知道是哪个活宝又在败坏我的名声，模仿的这么拙劣，真是糟蹋艺术。刘探长，你抓住了真凶也不报告。 突击审讯，我这个督察的位置你来做得了。范督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心里急嘛，我想尽快帮你破案呢，你明不明白？你有收获吗？全写在上面了，请督察慢慢看吧。可信吗？我记得你说过的。 只要将凶手捉拿归案，自然就会真相大白。你不是说他是疯子吗？不不，那个精神病人吗？这种口供能用吗？但是精神病院的院长说，这个康永庆经过治疗之后已经痊愈了。这个康永庆，不管他是真疯还是装疯，这次绝对不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老实讲吧，我最想查清楚的。 就是这个康永庆，到底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逃出了精神病院？来，我敬你一杯啊！范队长，您又请我吃饭，又给我敬酒，我苏某人怎么敢当啊？嗨，你知道？ 就为了破那个日本女人被杀的案子，我受了多大的压力呀！我是心力交瘁啊！我明白，在整个法务房，只有你肯替我卖命，我早就该犒劳你了。来，干干！来，我给你斟一杯。现在啊，刘文熙把康永庆给抓了，这事儿总算是尘埃落定了。 你错了，是我的噩梦要开始了。范督察，你怎么会这么说呀？哼，既然我把你当自己人，我也不瞒你了。那个康永庆，是我花钱买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，把他给放出来的。
我就是为了交差糊弄一下日本人。可你说这刘凡熙，他把康雨欣给抓起来了，这事儿不就要穿帮了吗？不是，队长，那您还是可以推到康永庆的头上啊。您想啊，他就是一个疯子，谁相信他说的话呀？可现在他康永庆，他意识很清醒啊。这刘凡熙啊，他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又把这个案子往总督察面前一捅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那这么说，康永庆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。我们再回到之前的假设，如果这三个女同胞她们都是日本人杀的，而日本人又恰恰不认识康永庆，那么放出来的这个替罪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了有人在帮日本人圆谎。我认为那个精神病院的院长是个关键人物，我明天再去查查。你不用再去了，他一定逃之夭夭了。这个精神病院的院长，他胆敢撒谎，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我只想知道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难道是范德威？我今天看他的反应很不正常啊，莫非他心里有鬼啊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范德威和九木就一定是在你面前演戏，而且那对来认尸的日本夫妇也是假的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自以为天衣无缝，可是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他狐狸的尾巴还是露了出来。一个法捕房的督察在为日本人做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要是被我查出范德威这个死胖子真的勾结了日本人的话，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呢，大不了向总督察和盘托出，是吧？落一个撤职查办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也老了，是吧？我早就有归隐之心，可是你说为了这么点事儿，我就落到这个地步，我心不甘呐。那是那是，范督察，您是好心，就算是找一个精神病来当垫背，那也是为了保护抗日分子啊。我这良苦用心，也只有你懂。来，干一杯。苏探长，你啊，设身处地的啊，替我想想，还有什么妙策？我觉得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康永庆给做了。他这样的变态杀人狂，早就该毙了。哎，好啊！哎，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啊！一下就解决了问题，好，可是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来办呢？是啊，不是，范队长，你不会是想让我？不是你，啊，你出了这么好的主意。让别人干我不放心呢，范队长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行。你看啊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我太对不起他们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啊！苏团长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有良心。我听说你的家人啊还住在老家是吧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出钱把你的老婆孩子全都给接过来。不，芬子，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不行啊？这啊，你替我办事儿，帮了我的忙，这点回报算什么呀？